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确诊新冠病毒。据报道，特朗普总统出现了少许的轻微的症状。而另一方面，刚刚与特朗普总统一起参加完辩论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今天将前往密西根州举行竞选活动。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的午夜发出了推文，宣布自己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那么特朗普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今晚我与第一夫人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我们立刻开始隔离以及复原的程序，我们将一起渡过难关。之后总统的医生肖恩康利中校随后发出诊断声明，声明当中说，今晚我收到信息，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新冠病毒检测皆为阳性。康利中校表示，白宫的医疗团队正在密切关注病况，并且感谢全美界最先进的医疗人员还有设施的协助，并且将会更新未来的发展。星期五下午，康利中校说，特朗普总统正在接受实验性的抗体疗法，目前特朗普总统出现疲惫的症状。白宫在星期四晚上10点多的时候公布了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的行程，当中呢是从早上到下午都满档，包括在华盛顿特朗普国际酒店要跟支持者见面，而下午呢要前往佛罗里达州来举办让美国再度伟大的造势活动等等，并且所以就表示呢，在此之前特朗普总统还没有确诊。那么在特朗普总统发出推文，而且这个医生呢在5月半夜的1点05分发出诊断书声明之后呢，白宫接着在午夜的1点11分发布了新的行程，所有星期五的造势活动全部取消，只剩下一场不对媒体开放的新冠疫情电话会议。白宫顾问希克斯在星期四宣布确诊。希克斯呢，在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时候与特朗普总统前往进行选举造势，但是他并没有参加星期四下午在新泽西州举办的特朗普高尔夫球场的造势活动。那么星期五上午呢，白宫幕僚长梅多斯在白宫向记者们证实，在从白宫搭乘陆战队一号离开白宫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希克斯受到感染，而特朗普总统可能有被感染的风险。不过呢，还是决定前往造势。而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利星期五下午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特朗普总统呢在高尔夫球场举行造势活动的时候呢，是在室外举办的，所以不会有病毒传染的风险。而他拒绝进一步讨论特朗普总统的病情。而新泽西州呢，则在星期五开始对于在那天晚上参加造势集会的人进行病史的追踪史的追踪。那么美联社报道呢，特朗普总统出现的是轻微的症状，而第一夫人办公室的幕僚长史蒂芬妮·格利斯罕说，特朗普总统与第一夫人的儿子拜伦14岁的拜伦呢，他的检测结果是呈阴性的。而副总统办公室的发言人阿玛丽则在推特上发表说呢，副总统彭斯每天都进行新冠病毒的检测，那么在今天早上副总统跟第二夫人的检测是呈阴性的反应，彭斯副总统保持良好的健康，并且期望特朗普夫妇顺利康复。而特朗普总统确诊的消息传出之后呢，美国股市开盘下跌，收盘的时候呢，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约135点，标准普尔指数下跌32点。那么直到10月2号星期五中午为止，美国境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逼近了731万人，死亡人数逼近208000人。而美国劳工部也发布了最新的9月份就业报告，失业率稍微下降到7.9%，就业成长为661000人。不过呢，原本的估计是要能够增加800000的就业人口。所以星期五的上午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白宫告诉记者，他并不认为美国的经济会因为特朗普总统的确诊而受到影响。我们看一下库德洛在白宫是怎么说的。Other heads of state have had it.Britain, Brazil, other places. I am told it's a rather light case. He will be following doctor's orders. Dr. Sean Conley, who's the best in the business.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have an effect. I think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abide by whatever guidelines the doctors tell him. I am told he's a rather light case right now. I spoke to him last evening. I have not spoken to him today.Although through the chief, we're getting tasks coming down from the president, so clearly he's doing okay. 此外呢，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乔拜登，他也在推特上发出了声明，他说呢，吉尔与我愿祝
特朗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梅纳尼亚尽快康复，我们将持续为总统以及其家人的健康安全祈祷。而拜登的夫妇的私人医生欧康诺之后也发出了声明，说呢，前副总统乔拜登以及吉尔拜登博士今天接受了病毒 PCR 分子检测，并没有发现新冠病毒。此为我身为前副总统拜登以及拜登博士的主治医师，我做仅此报告。那么拜登星期五呢，则是持续他的竞选活动，他将前往密西根州与劳工阶级的家庭谈论他的经济政策，之后举办选举的募款活动。而他的副总统搭档呢，哈里斯参议员，也就是贺锦丽参议员呢，他也宣布这个病毒的检测是阴性的。那么呢，他也将前往内华达州与选民谈论他们的新冠病毒防疫政策。那么，由于特朗普总统是在11月1号确诊，要确定康复，也就是这个检验的结果呢呈阴性反应之后，还要另外再隔离14天，确定没有任何的症状才能够解除隔离。所以呢，剩下的两次总统辩论会预定是在10月15号跟22号举办，那么就时间点来看呢，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而在美国国会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五上午在接受 MSNBC 电台访问的时候呢，则表示说，很高兴特朗普总统能够获得最好的医疗照顾，而在我们的纾困计划法案当中，我们希望能够确保每一位美国人都能够获得相同的医疗照顾。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则在推特上表示，他已经跟特朗普总统通过电话了。那麦康奈尔在推文当中就呼吁民众持续为特朗普总统、还有第一夫人以及所有受到疫情的人一起祈祷。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外国的首脑纷纷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凌晨在推特上宣布自己感染新冠病毒后，多国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很快对总统的康复送上了祝福。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分别希望总统快速康复。About Donald Trump tested positive. Of course, we all wish him a speedy recovery. But of course, I will not personally, I will not give a health advice. Möchte ich die Gelegenheit auch von hier nutzen, dem amerikanischen Präsidenten Donald Trump und seiner Frau Melania alles Gute zu wünschen bei der Genesung von Covid-19. Das ist mir ein Anliegen, das hier auch noch mal deutlich zu machen. Schnelle Genesung. 英国首相约翰逊也曾感染过新冠病毒，对特朗普的确诊，他同样表达了祝福。Well, obviously, I think we all want to send our best wishes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first lady, and I've done that this morning, as you can imagine, and I'm sure that they'll both stage a very strong.日本内阁负责经济政策的长官西村康人表示，不便对特朗普的健康状况做出过多评论，但同样祝福他迅速康复。アメリカの大統領の感染ということの情報でありますので、マーケット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ているもの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海外の首脳のに関する健康に関わるお話でありますので。私からはこれ以上のコメントは控え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一刻も早く回復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をお祈りをし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其他亚洲地区的政府领袖和代表们则纷纷在推特上表达了祝福。印度首相莫迪写道：“希望我的朋友特朗普和第一夫人能快速康复，回到良好的健康状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表示，希望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从新冠病毒中快速康复。台湾外交部也在推特上说，我们对特朗普和第一夫人送上最好的祝福，希望他们快速康复，回到全面的健康状态。在这个考验人们的时刻，台湾政府和人民与美国站在一起。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写道，和百万以色列人一样，萨拉和我思念着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希望我们的朋友能全面快速的康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真诚的希望他们能毫无困难地克服这段隔离的时期，尽快恢复健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也同样在推特上对特朗普和第一夫人送上了祝福。美国之音电视报道。特朗普总统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成为确诊新冠的几位世界领导人之一。
一起来了解哪些世界领导人也曾感染新冠病毒，当中一些人向特朗普表达了对他早日康复的祝愿。英国首相约翰逊是第一位确诊新冠病毒的世界领导人，此前他因为对大流行病轻描淡写受到批评，在因常规检查住院一天后，他的症状急剧恶化，四月转入重症监护。官员表示，约翰逊进行了输氧治疗，但没有用上呼吸器。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七月宣布感染新冠，他公开倡导使用一种未获验证的疟疾药物来治疗新冠肺炎，称这种药物治好了他的肺炎。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六月宣布确诊新冠，在短暂住院后即出院。他在最近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呼吁让人们公平获得新冠疫苗。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七月表示他确诊新冠但没有症状。白俄罗斯是为数不多未采取全面措施对抗新冠的国家之一。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三月表示其检测结果为阳性，他是第一位公开宣布自己感染新冠的国家元首。其他感染的世界领导人还包括危地马拉总统贾马泰、玻利维亚代理总统阿涅兹、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迪尔、伊朗副总统埃普特卡尔、印度副总统奈杜、以色列前卫生部长利茨曼、南苏丹副总统马沙尔、甘比亚副总统图瑞、吉内亚比绍总理纳比亚姆等。美国之音新闻报道。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星期五向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送上康复的祝福，他还向国会保证卫生部研发的疫苗将达到安全标准，让美国民众安心使用。在周五的一场国会听证会上，卫生部长阿扎尔在开场证词中对宣布感染新冠病毒的特朗普总统表示了祝福，随后就疫苗研发的最新进展向议员们做了报告。Today we have four candidates in U.S. Phase 3 clinical trials, and industrial-scale manufacturing is underway on all six vaccines as to which we have contracted or invested. 听证会上，阿扎尔多次对议员就疫苗的安全标准做出了保证，重申政治因素不会介入疫苗的研发和批准。I will be confident that my family and I should take the vaccine.And you should be confident that you and your family should take it too, because any vaccine will have met FDA standards as judged by FDA career scientists.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在其他的重要消息方面，美国政府在选举前发布的最后一份就业统计报告显示，美国九月份的失业率持续下降，但就业增长速度放缓。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美国九月份的失业率已经从八月份的8.4%降到7.9%，但是新增就业只增长了661,000，与八月份1,500,000个新增就业以及七月份的1,800,000个新增就业相比，巨幅下滑。上个月当中，虽然这个劳动市场还是进一步复苏了，但是复苏的速度正在放缓。美联社说，九月份的数字反映出积极寻求就业的美国失业人数持续下滑，很多美国人已经放弃了寻找工作，而失业人士如果不积极的寻找工作，政府就不将其列入失业范畴。到年底和到明年，我们认为就业市场还会继续复苏但是就像就业一样复苏的速度会继续放缓。现在那些可以很快很容易的回到原来的职岗的那些就业人员基本上都已经回到职岗了，而好多公司现在已经是发现就是能重新开门，但是经营状况并没有那么乐观。所以在这些九月的统计当中，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这个永久性的失业当中，而不是暂时的失业。所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比暂时性的就业问题要解决的要慢一些。劳工统计局的报告还说，那些说自己的工作岗位永远消失了的失业者的人数从340万人上升到380万。在疫情冲击美国之前，美国二月份的失业率是3.5%，为50多年来的最低点。
正在克罗地亚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和夫人的新冠病毒检测均呈阴性，并且将按照原计划下周访问亚洲。日前，蓬佩奥在世界妇女大会之际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当局剥夺妇女的权益。来看报道。周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访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即将抵达前，他在飞机上向记者更新了他的新冠检测情况。Do you have your results yet? Do you know if you're yes, positive no, or negative? Yes, I'm negative. Yes, as of 20 minutes ago or 30 minutes ago. We're praying for the president and the first lady, that they'll have a speedy recovery. 蓬佩奥称自己上一次与总统会面是9月15日。在与克罗地亚总理会面后，蓬佩奥对记者表示，尽管特朗普总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但他自己将按原计划进行对亚洲的访问。他将于本周日出发，前往日本、韩国和蒙古。前一日正值世界妇女大会的纪念日，蓬佩奥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政权在欺压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行动中，使妇女遭到强制堕胎和节育。他敦促国际社会谴责一党专政下的中国对妇女的严重和持续的侵犯。美国之音为您报道。美国政府的最新报告显示，在强迫劳动的问题上，中国的情况之恶劣远超任何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有一半的议员致信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鼓励他与台湾展开全面贸易协定的谈判程序。来看报道。美国政府日前发布了有关国际童工和强迫劳动的报告，强调了中国虐待劳工的情况，也凸显出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所受待遇的日益担忧。美国劳工部星期三公布了据信由儿童或强迫劳工生产的商品清单，其中包括手套和圣诞节装饰品在内的17种中国制造的商品，有5种今年新增加的产品与针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有关。美国劳工部长尤金·斯卡利亚星期三在与媒体进行的电话会议上表示，中国使用强迫劳动生产力的商品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美国参议院半数跨党派议员10月1日联名写信给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鼓励他展开与台湾正式谈判全面贸易协定的程序。牵头写这封信的是美国参议院台湾连线两党共同主席共和党人英霍夫与民主党人梅内德斯，以及外交委员会主席李施。信中说，基于他们作为一个长期经济伙伴与安全盟友的记录，我们高度鼓励你同台湾展开一个全面贸易协定谈判的正式程序。李施在外委会推特账号上发文说，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也是印太地区的民主典范。今天我加入多位参议院同僚，鼓励美国贸易代表将与台湾的全面贸易协定列为优先事项。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转推李施的推文中表达了感谢，他写道，我们有共同的看法，那就是台美之间更强劲的经济贸易关系让我们双方受益，感谢你们。10月1日，洛杉矶的亚裔团体响应全球抵制中共的行动，要求把自由还给被中共打压的群族。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总领馆前，包括台湾人公共事务洛杉矶分会、洛杉矶维吾尔人组织、洛杉矶视觉艺术家协会、中国民主平台、南加州越南人社区、洛杉矶香港论坛、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等聚集在一起。他们高举各自的旗帜，抗议中共对蒙古人、新疆人、西藏人、香港人、台湾人和中国人的暴政，要求把自由还给所有受强权打压的族群。来自大陆的民主倡导人士陈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今天是10月1号，其实不是国庆节，是国殇节。我今天待在这里，和一切就是热爱民主自由的伙伴们。”我们在一起在这里洛杉矶门口的大使馆门口一起来发声，揭露中共71年来所犯下的一切灭绝人性 的罪行。同样来自大陆的李欣一直致力于翻墙使命，他通过创立翻墙协会为国内民众打通信息渠道。他说，中共的各种的罪行呢，就是说就应该把它揭露，因为它罪恶滔天，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防火墙呢把他们完全的都给它阻隔了。然后我觉得
这个防火墙是它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了。李信的翻墙会网络平台不仅向国内输入信息，也把国内的信息输出到国际上。他征集到国内许多民众对现实的看法，并且挑选了其中的一部分，带到了这次十一全球联动活动上。希拉里女士来自台湾，她告诉美国之音，她支持台湾独立。Hillary， 我支持台湾独立，谢谢。定居美国多年的埃尔肯·斯蒂克是世界维吾尔大会的资深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 ：“The Uyghur people are facing a great danger.” A total extinc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arting in 2017, they increased the level of oppression a lot, and now the Uyghur people are heading to eradication, total eradication. The agency representing Xinjiang government, which says they are going to move 4 million Uyghur people in 2020 alone.To Han provinces as forced labor workers. The fac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genocide happening. 来自香港的保罗也定居在洛杉矶，他告诉美国之音。Today we're here for the event of Resist China. So today is supposed to be China's National Day, but then we want to tell the whole world that there is nothing to celebrate for anybody outside of China.We are trying to tell the whole world that everybody, Hong Kong, Taiwan, Tibet, Uyghurs, Mongolia, India, everywhere around the world, we're being suppressed one way or another by China.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为你所做的报道。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一直因为领土争议而交火，而土耳其对于阿塞拜疆的支持也引发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关注。来看报道。阿塞拜疆跟亚美尼亚部队之间的战斗继续在纳卡展开，那里是亚美尼亚种族隔离主义者在阿塞拜疆的有争议的飞地。自冲突开始以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站在支持阿塞拜疆的最前沿。Türkiye tüm imkanları ve tüm kalbiyle dost ve kardeş Azerbaycan'ın yanında olmayı sürdürecektir. 出于种族和文化等原因，土耳其对阿塞拜疆有广泛的支持，这甚至超越了土耳其深深的政治鸿沟。There are some public, strong public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to back Azerbaijan. Turkish people they trust Azerbaijanis. Turkey is supporting Azerbaijan through military assistance, and so there is a kind of a cultural and ethnical language affinity. 土耳其是阿塞拜疆的军事设备的主要供应国。并且有其他密切的军事关系。土耳其无人机在阿塞拜疆纳卡的进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亚美尼亚指责土耳其直接卷入冲突。亚美尼亚星期二发布的这些照片是一架亚美尼亚战斗机残骸，埃里温声称是被土耳其空军击落。亚美尼亚还指责土耳其派遣叙利亚战斗人员前往阿塞拜疆。但土耳其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坚决否认亚方的指控。Türkiye'nin bir savaş uçağı düşürdüğü, Ermenistan savaş uçağı düşürdüğü konusu doğrudur, yalandır bu. Böyle bir şey söz konusu değil. Ne bu doğru, ne de Türkiye'nin oraya cihatçı gönderdiği doğru. İkisi de yalandır.
纳卡冲突是土耳其卷入从叙利亚到利比亚等越来越多冲突中的最新一例。土耳其领导层一直试图提高本国形象，但分析人士警告称，这最终可能会损害这个北约成员国的国际地位。We're rubbing all the regional actors, United States, EU, and Russia the wrong way. Even if we do it for our strategic interest, there would come a point where other players will in some way retaliate or threaten sanctions, economic or diplomatic, to stop us. Because Turkey's original goal was to be a playmaker, we have become the spoiler. 国际上要求停火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随着纳戈尔诺卡巴拉赫的战斗继续升级，安卡拉似乎准备继续加紧对阿塞拜疆的支持。美国之音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加勒比岛国巴巴多斯将取消伊丽莎白女王作为其国家元首的地位，并成为一个共和国。而英国的一名重要议员批评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给巴巴多斯施加了压力。伊丽莎白女王上次到访巴巴多斯是在1966年该国成为独立国家的前夕，不过这个岛国一直将英国女王作为自己的国家元首。加勒比海岛国巴巴多斯的总督桑德拉·梅森上个月在开启巴巴多斯议会17之际宣布将取消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元首的地位。他说，现在是彻底摆脱我们的殖民地历史的时候了。 Barbadians want a Barbadian head of state. This is the ultimate statement of confidence in who we are and what we are capable of achieving. Hence, Barbados will take the next logical step towards full sovereignty and become a republic.By the time we celebrate our 55th anniversary of independence. 伦敦大学英邦研究所所长菲利普·莫菲表示，巴巴多斯国内变化的政治环境导致了这一局面。 There's been a growing consensus in Barbados behind moving towards a republic for about 20 years.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ruling party has the constitutional mandate to do that.And the Barbados Labour Party now has that. 在2014年到2018年期间，任巴巴多斯驻英国高级专员的盖伊·休伊特说，英国的殖民历史随着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高涨而备受审视。This reassessing of our relationship with Britain as a former colonial power and with the royal family in terms of what has been their position.On these issues. 休伊特把所谓疾风丑闻作为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以千计的移民从加勒比殖民地前往英国，帮助填补英国的劳工短缺。2018年，新闻报道披露说，几百人遭到错误拘押并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包括医疗和退休金。几十人虽然有资格成为英国公民，却被遣返回加勒比地区。We realize that the mother country, as Britain was affectionately known as, was not interested in the welfare and the well-being of people who had journeyed from the Caribbean, journeyed from Barbados, and helped build Britain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era. 英国王室说，巴巴多斯未来由谁来做国家元首是巴巴多斯人民的事务。巴巴多斯将保留英联邦成员国的身份。英国执政的保守党的一名重要议员汤姆·图根哈特声称，中国给巴巴多斯施加压力，要求废除伊丽莎白女王的巴巴多斯国家元首地位。很多分析人士说，虽然中国在该地区大力投资并与西方国家竞争，但是那种北京迫使巴巴多斯决定实行共和制的说法远远偏离了现实。 I don't think China is the reason Barbados is changing who's going to be the head of state.I think the issues, you know, that China's role in the Caribbean is large. They have economic statecraft. They come with a large checkbook. But, you know, as one Barbadian ambassador said to me, when, you know, if nothing else fails, blame the Chinese. 包括巴巴多斯在内，目前有16个国家仍然承认英国君主是他们的国家元首。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